心化作絮，沾染几缕相思。谁在临摹你的笔迹？落红满地，飘过几世风雨，唯有缘分不可抛弃。迷醉梦里，掠过几声悲喜，谁在试探我的情意？黑白对弈，各执几粒棋子，输赢难断，爱恨故里。此去经年，应是良辰好景需要守。千度万绪，我在海里寻觅，花心难移，有太多迷离。送我清风，采摘太多风雨，落红挂你，唱歌一曲，一夕梦里难言与我别离。莫文义就是个混蛋，你个懦夫！难道你忘了吗？我们四五岁就在一起了，一起闹，从来就没分开过。后来我们一起上学，一起去军校，一起上战场，一起流血，一起流汗。我打心眼里就认定了你是我哥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一切会好的，好吗，伟业？相信我，你放手。我不放，我不放！我再说一次，你放开！我不放，你放开！从我离开这里开始，我们。谁也不认识谁。莫文义，还记得当初我们兄弟几个是怎么打下这座城的吗？五天四夜的鏖战，小心！我们得死了有多少兄弟啊？那时我让你跟老郑先走，你却说回家也是个死啊，还不如打进城去大吃一顿，要死也做个饱死鬼。最后啊，
咱就凭着这股子气，一直熬到了敌人自己打开了城门。胜利了，我们赢了。我们就在这儿，就在这里，我们一起发愿，从今往后不分彼此，不分上下，一心一意的永远在一起。那时候我们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谈天论地的，多痛快！谁能想到，我们兄弟俩今天会闹到这个地步？爹，你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。我还记得小时候你给我剪头发的时候，把我的头剪得跟个西瓜一样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呢听家里边的老人说呀，这个父亲给儿子理发可以去掉晦气，啊，可以让儿子健健康康的长大。这白果剥起来又费神又累人，您都剥了整整一个上午了，歇歇吧。没事儿。哎呀，夫人，还是我来剥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司令肺叶中弹，虽然子弹第一时间就拿出来了，但是肺部感染得很厉害，咳嗽不止。这个白果呀，能润肺止咳。那您也不用亲自剥呀，这谁剥这个不都一样吗？那怎么能一样啊，亲手剥的白果更有诚意。我只希望司令能早点好起来。小心点。没事。爹。您找我什么事啊？我上次肺部中弹，还没好利索，一到晚上啊就咳嗽不止。这个医生建议我呀去美国做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疗。这么严重的伤，那边医生有把握吗？主治大夫他已经给我找好了，放心吧。那您这次去多长时间？怎么着也得半年左右吧。要不我跟您一块儿去吧。你看那边的安保还不及国内，何况我跟你一块去还能有你大姐啊，在美国都已经给我安排好了。哦，对了，老五老六也嚷嚷着要去那边去看他们的大姐，我一并带上，也让他们长长见识。爹，这事要不
你必须要留在北新，啊，东大营还有家里都缺不了你。我仔细想过了，我现在任命你为，啊，影军的副总司令。我走以后，一切军务由你来替我料理。爹，您不就去趟美国吗？您不在期间，我可以料理军务，这没问题。但这职位，您给我还为师上早。绥岭一战，还有老莫和老郑的这事一出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可以独当一面。我也逐渐的会把军权转到你手上。您是影军的主心骨，您若不在的话，我怎么去稳定军心？你爹总有老的一天啊，老三，你要学着把萧家的担子给我担起来。是，既然你已经想好了，那我就吩咐安排下去。我和家人还有整个影军等着您平安回来。嗯，好。趁热喝一点。嗯，去美国的事儿你跟老三说了？哎，你就安心养伤，老三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嗯，这些年啊，东大营发生了不少事，老三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，这点我还是很信任他的。这些话你怎么从来都不当着你儿子的面说呀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只是要辛苦你了，这个家。你真的不让我陪你去美国？咱都不拉好钩了吗？啊，家里有你主事，军营有老三，我才能放心出去。司令，我放心，我一定在美国把身体养得棒棒的，啊，等我回来把事情全都交到老三的手里，那时候我就有闲暇的时间了。我会好好的陪着你。嗯，到时候我们就做一对寻常的夫妻。哎，然后等着杭景和老三给咱们生个大胖孙子，淑仪嫁个好人家，然后我们一起看着老五老六长大。就这么说定了，来，拉钩。嗯，拉钩。嗯，盖章。哎哎，督军，萧海山已经启程去了美国。上次绥岭一战，他虽然受了伤，但身先士卒，军中威望又涨了不少。萧海山功成身退，远离纷争。在我看来，也许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。可现在萧北辰虽然领着副总司令的头衔，可他实际已经接管整个影军了，他可是个不好管的主儿，不见得跟我们一条心呢。这个北辰啊，少年功成，胸有丘壑，他不会随波逐流，也不会轻易听命于他人。我金某人用人最讲究的是忠诚，只要他能够忠诚不二，一定可以成为我手下的一员虎将。若他有了二心呢？那就拔掉他的尖牙利爪，扼住他的喉咙。无论他有多大的能耐，无非就是牢笼里面的一只病虎而已。你有了计划？玩笑。
子正，你在哪里？勇哥，我娘和行姐，他们还好吗？我把你娘安置在远郊的一个新居。你娘身体很好，就是想你想的要紧。真的，谢谢勇哥这么照顾我娘。那杭景呢？还有他爹，他们俩没事吧？杭景，杭景怎么了？杭景和他朋友一块办了个女校，杭景亲自任教，他父亲也暂时安全。好。对了，勇哥，啊，我没有辜负组织上的信任。组织要的矿藏图我拿回来了。好，我回去马上交给上级。好，还有勇哥，这次我还拿到了日本人的军事部署图，也在里面，我站在最后几页了。子正，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怎么能拿到这么机密的东西？最近这段时间，你为什么跟金城又牵在一块了？杜参谋，怎么发现的？是附近村民报的案，这辆车在这里已经废弃多日了。能不能查到这是哪个赌场的筹码？能是能，可随领地处三界，这混杂得很，得花不少时间。能查到就行。是。这么说，是你救了京城妇女？对不起，勇哥，我知道京城的事我不该插手，但是他的女儿对我有救命之恩。而且当时事发突然，我只是下意识救了他们。这我都明白，你救了他，留在他身边是最好的自保。金城多疑，要是我贸然离开，怕是会有危险。总之先等我养好伤吧，养好伤之后我找个机会就逃出来。不着急，我在想，或许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什么意思？南方之前就早已经表明了要结束南北分裂的决心，苏联方面派了一名叫雅克夫的军事专家南下任职，他身上还有200万金卢布救助款的调配权，北洋政府内部是要逮捕此人。上个月雅克夫在途经东平的时候突然失踪了。失踪了。南方认为是被京城的人秘密逮捕了，因为此事重大，南方非常焦灼。为了尽快地营救雅克夫，他们四处在寻找爱国团体和组织的协助，至今都没有线索。现在你在京城的身边，正好有这个机会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我尽力。好，子正，
你要格外小心。车是大红发车行租的，副驾驶前方的储物箱里有赌场的筹码，驾驶座位下面有两个脚印，左浅右深，那就说明这个人右脚有些微薄，外出执行这种刺杀任务还不忘记带筹码，说明这个人对这种事情驾轻就熟，十分自信。我分析应该不是个普通的杀手，我已经派人在大红发车行附近的赌场进行排查。杜教官，虽然莫西白叛变，但是伟一是我兄弟，他对他父亲的感情深厚，所以这个人我们务必要排查出来。你放心，一定给伟一一个交代。三哥，我先出去了。三哥，成都军那边好像出了点状况。爹，嗯，刚熬出来的粉葛生鱼汤，快趁热喝吧。好啊，柔客。我闺女手真巧。您喜欢就好。杜勋，柔客姐。子正，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？记得上次您说要还我一个心愿，如今我已经想好了。好啊，既然你都想好了，那就说说看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无非就是图个前程。我之前做记者，如果不是为了去关外采风，也不会误入劳工营，差点还自己丢了性命。那个时候我就明白，笔杆子永远比不上枪杆子。我说子正啊，别绕圈子了，怎么想的照直了说。好。我想留在您和柔可姐身边，以后为金家效力。想法倒是对的。爹，我也有一个想法。说。不如您收子正当义子吧。义子？这我真的不敢当。我只要留在督军身边就好。一方面可以还子正一个人情，又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他留在金家。我们身边还有一个交心的人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你呀，你就处处替他着想。从今以后，子正就不是外人了，他是我们一家人。话倒是没错，只是……哎呀，爹，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啊？好吧，子正，你救了我的性命，我也答应过你要满足你的愿望。柔客现在都把话说成这样了啊，那就从今天开始，我金某人给你这个名分，好吧？谢谢爹。子正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叫义父啊。义父，多谢义父收留，感谢柔可姐抬爱。我穆子正以后就是金家的人，定当忠心不二。好。北辰，狱中出事了，你最好过来一趟。少爷，您开开门吧，少爷。您都好几天没吃饭了，好歹吃点东西啊，少爷。少爷，您让我进去吧，少爷。
少爷，您开开门。霍爷，他还是不肯出来。是啊，一直把自己关在里面。莫狐狸啊，哎，你出来一趟，我给你带好东西了，30年的花雕，你要不要出来，咱俩一块品品？许少爷，您这是？我跟你说啊，他不是不出来吗？他不是不理人吗？那我就睡他门口。哎，我看他什么时候出来。这成吗？什么成不成？吃喝拉撒，我就往这儿一扎。啊，可是您的手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在这儿待着怎么养伤啊？回头残疾了怎么办？残疾就让他残疾了吧。兄弟如手足，反正我也没兄弟了，我要胳膊干嘛？是不是啊？啊？哎，莫狐狸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可困了，我准备睡会儿。你要是开门出来，你小心点，别磕着我。子正哥，勇哥在这边。嗯。勇哥，你说我们调查的方向会不会搞错了？我已经暗查进城好多天，也套过金柔客的话，去过机要室，也去过进城的书房，甚至连东平的监狱我都去了，但是没有查到任何关于雅各夫的情况。可是，在东平境内，若是没有金城的指示，无人敢关押一名高级的苏联专家，而且此事对金城来说是谨而慎之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会让人发现破绽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关于雅克夫如何处置，金城必然会有一个决定。等到那个时候，我就会找出蛛丝马迹。希望这是一个突破口。金城很快就要去北信，到时候我也会跟过去继续追查。你要去北新？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我的意思是，那我们以后就可以到北新城接头了。是啊，我终于可以见到杭景跟我娘了。勇哥，我的心里总是不踏实。林小姐的事真的不打算告诉子正哥了吗？若他这次真的回到北新，那事情就瞒不下去了。我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开口，能拖一天是一天吧。等他什么时候到了北新，我再找机会跟他解释。子正哥。子正，你怎么跟来了？勇哥，你们刚才说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杭景他到底怎么了？子正哥，其实，勇哥，你就明明白白告诉我吧，杭景他到底怎么了？我总感觉你话里有话。子正。杭景，他结婚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别跟我开玩笑了。是真的。跟谁？萧北辰。萧北辰，
这不可能，杭景他最讨厌的就是萧北辰，他根本不可能和他结婚，绝无可能。子正，你冷静点。在你离开后的一段时间，他们突然就结婚了。萧家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金城康敬雄都参加了。这不可能，没道理啊。勇哥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那封信交给杭景？对不起，那封信我没有交给他。为什么？子正，其实当初萧北辰来找过我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跟三少从未打过交道，此次为何找我？不瞒您说，今儿来我是为了一个人。不知道三少说的是谁？穆子正。不知道子正哪里得罪了三少，还是说这么做是为了林小姐？你是一个聪明人，老三劝你，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只字别提。你放心，我也不是要他穆子正的命，我就是要他在北京给我消失。康敬雄遇袭，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即便萧三少不说，我们也会想着办法让子正出去避避风头。只不过现在这眼下还有一些事，需要一些时间。我要他今晚就走。这么说，是萧北辰把我调走，这一切都是他给我下的套，是不是？子正，对不起。你现在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你是我最信任的大哥，你怎么能和他一块联合起来骗我呢？我当初只是关心你的安危，我不想让你卷入到这个情感的漩涡当中。萧北辰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，我当初就是想把你暂时调离，等你任务完成了晋升到别的地方。可我真的没想到你又深入去调查日本人的军事部署情况，然后和组织断了联系。子正，对不起，如果你真的要怪就怪我，今天我就站在这儿任你处置。哎，子正哥，别这样，勇哥这么做也是为你好啊。子正，出什么事了？子正，到底怎么了？你从来不会喝这么多酒的。如可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心爱的那个姑娘已经嫁人了。嫁给谁了？嫁给了北京最不可一世的那个人。萧北辰。对。怎么会这样？子正，若是你心爱的姑娘尚未嫁人，哪怕是其他什么人，我都会支持你。但是现在萧北辰，萧北辰怎么了？我就不行是吗？我就不配是吗？我就没资格跟他争吗？
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为了你好，我不想让你再受到伤害。对不起，柔客气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相信杭江心里有我，她只是迫不得已才嫁给小北辰。既然我活着回来了，我绝对不会再让她把我们俩分开。把汤趁热喝了吧，别再喝酒了。谢谢柔客气。姑娘，啊，许少爷，把我的鸭腿也给他吧。啊，好的。我把我的给你了。莫毅。你不吃就不吃，你拿鸭腿撒什么气啊？自己我都舍不得吃。我知道你一人吃饭也挺无聊的，我陪你一块吃。能静下来，听我说两句。我这些天住在这儿，想起来好多，想起来好多小时候的事。我一想起以前，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我们三个哥们在一起的画面。就好像从来没分开过一样。有你，就有我跟三哥；有三哥，就有我和你。你还记得我们的誓言吗？皇天在上，我萧北辰；我莫伟毅。我徐子俊，今日结为异姓兄弟，皇天厚土，实践此心，背义忘恩，天人共处，从此死生相托，吉凶相救，福祸相依，患难相扶。你真的以为三哥不知道你会救你爹吗？没有他的允许，你想你会那么轻松救走？可我爹终究还是死了。你到现在都怀疑三哥是吧？我拿我的性命担保，三哥不是这样的人。莫云逸，难道你不比我清楚这一点？别的事情我都可以说服我自己，可以让步，可以豁达，但那是我爹。你走，不要在这里烦我。你想不明白我就不会走。你一个大老爷们天天守在我门口像什么话呀？我不要像话，我就想让你回来，我们三个在一起。
徐子俊，我再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一遍，你爱在这儿待多久待多久，但是我跟萧北辰情断义绝。 是不是流口水了？我知道你们平时总笑我傻乎乎的，我也知道我确实不聪明，所以我就用最笨的办法一直守着你，守到你回来那一天。随你便。 星划过。